哎，大家好，我是 Kelly， 我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，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分享房地产买卖、房地产管理等一些基本知识。希望大家有问题在这里提出来，我和大家共同解答分享。嘿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0月5号，星期三，2022年。今天来看一下 Market Watch， New Listing 9:15， Price Increase 126， Price Decrease 1182， Background Market 312， Sold 625， Leased 158， Pending 626， Temporary Off Market 162， 这个数字小了啊，今天是飓风之后的多少天了？28号、29号、30号，这些都是放假。然后1号、2号，今天已经过了5天了。OK， 那么看一下 New Listing， 看一看现在还有没有比较好的新上市的房源。看一下学区房这儿没什么房，然后在这个岛子上有一个429万的，一个200万的，这个呢？是5500块钱，三个卧室两卫生间，这样的房，出租5500块钱。大家看一下啊，它是1816平方英尺。我们曾经看过1700多的36万5的房，就是在这个小区里。那他这样的房出租5500块钱一个月，大家来看一看什么样的房租5500块钱。这儿啊，这儿挺好的，地砖、地板、地毯，窗户是。然后洗衣机、烘干机，有游泳池，5500块钱啊。后边还有一个小的方程，是这样的房出租5500。好了，我们再去看什么比较好的新上市房源。这儿还有一个61万9，61万9，这是在这个小区里，估计也有游泳池。看一下，确实游泳池，因为这个价钱嘛。看一下它的 lot 0.22，在小区里有。0.22的，这面积不错，一年260块钱，一个月21块钱，1564平方英尺，三卧室，three two and two two car garage，然后是 lot size 0.20，刚才看的是0.22，然后这个应该是 block home，确实是，没错，看一下照片，80年的房还可以啊，一个 square foot 395，贵了一点，但是人家这房真的好啊，前面都有 lanai，在前面可以喝茶喝咖啡。还有，我觉得应该有 swimming pool 对劲。0.20的 lot 能种点花、种点草，这种树比较好。掉下来是一大枝儿的树叶，有壁炉 fireplace，这种 vaulted ceiling 有高棚顶，厨房。它这是这个大理石墙面，像是 quartz。这个房60多万，OK，61万9，OK，有游泳池，一个游泳池。所以我说过，这36万5的房绝对便宜，大家还不了解吗？还要慢慢看，OK？要理解这个房地产，OK？1400平方英尺，1958年的房比较老，两卧室两卫生间，single family home，一个 square foot 的285，没有物业费，就是说你停船停车，房车没有人说，哎，你不能停，不会接到 HOA 的信。这块是这个 paver driveway，然后是。这块像是 wood frame stucco，这个地板、厨房，哇，这块挺高的啊！这块，这个怎么弄的？窗户还是老式窗户，所以它便宜嘛。它这儿弄得挺别致啊，这儿有个这个门，可以开开放些东西。我喜欢这样的，就说储物储，充分利用空间储物。厨房都可以啊，房还行，可以。这个是地砖，你看铺的还。窗好像都是旧的，这 clunking 这种 window，you know？
它这窗户没有变，其他的这儿好像还都不错。这个装修了，更新了，窗户没有，这窗户是旧窗户，但是 cranking 这种旧窗户，地板可以，这卫生间属于老式的那种，这个厕所，它进行了，这个主要是这个，vanity 这个 sink，它整个换了，然后洗衣房，哇，黑色的墙面，这个地面好啊，这个地面是那种老式的那种，然后呢，这个房间是这样的，它这个 loft 不一定大，看那样不一定太大，这个 loft 多大？猜一下，0.17。我猜的0.17啊，0.18，0.18是个 block home 吗？是 stucco，所以它没有写 concrete 或者是 block，所以我对这个房划问号，因为它在这儿，还有这个地方，所以这好像是 frame home，但是它没有写。去了看一下它这个砖有没有这些砖缝，就能看出来，因为这种老房都能看出来，所以这个不推荐，一定要看房。OK，这个不太推荐，因为像是 wood frame home。89.9万的368一个平方英尺，它是三个车库，漂亮。OK，2445，368一个平方英尺，这也不算是地有，不算。但这个房子质量看样子院子很大，估计能有半亩地，拆的看看，2亩地耶。那这房便宜，它主要是位置不是那么好玩，它在 I-75 的东边儿，2亩地这个啊，还是不看了吧。368一个平方英尺，这个呢？99.8万，89.9万，估计这也大。2005的那个房，这个房子好一点，0.29的 loft，这个 loft 小。这个呢，没有刚才那划算。369一个平方英尺，也不看了吧？大家都要投资的，买自己要住的房可以。这是瓦房顶，而且这个高级顶也挺漂亮啊。看，它这房挺漂亮。买自己住的房便宜，为什么呢？2005年的房比较新，将近3000平方英尺的面积。四个卧室，三个卫生间，2700平方英尺，所以这个属于比较好。这个呢，物业费一个月140，它这个就是 block home，一看就是 block style，也没得问。比较新的房，像这样的都是 block，这个房漂亮啊，可以作为自己要买房买这样的房可以。这个小区也不错，在 Proctor 的这边，OK，这小区也不错，看见吗？而且后边属于没有邻居，这可能是个学校吧。No，是个 church，挺好。后面没邻居，OK，没有噪音，有泳池，豪宅吧，这个是豪宅。他家呢是厢房，东西面，OK，东西朝向。然后呢，房多了一些啊，看见吗？房多了一些，39万五。这昨天看了吗？没看。这个房像 frame home，像 frame，像比较便宜。OK，看一下，一个平方英尺201，这个确实便宜，1961平方英尺，但是它没有 garage。看见没？没有车，没有车库。但是我估计这个也能卖得快一些，因为它便宜啊。它这个 square foot 好啊，一个平方英尺是201块钱，这样的价钱就是便宜的。0.19的 lot，看一下它的 exterior 写的 other，他也不知道。看见吗？我跟你讲的，它这个像 frame home 吗？如果是 block，他就写 block 了，他写 other，他不知道是什么。所以这个还不推荐，虽然它便宜，它是有道理的。这个呢，291平方英尺，119平方英尺，85年的房34万9，这个不便宜，不便宜。这样的房像是 block，也不一定，也像 stucco frame wood frame stucco 心还透酒 stucco wood frame，所以朋友们，佛州的房要有这种鉴别力，所以就不买那种 frame home，这样的话。不结实，飓风来了就垮了。这边的房子也贵，那300多万，300多万，200多万，300多万，260万，300多万，有必要看吗？大家，我觉得还是省省那时间吧。200多万，200多万的房子，这边呢，这儿有一个出租的，不要看了吧，没了，没了。今天如果要推荐的话呢，没有要推荐的呢，61万9。那还算这个房比较漂亮，咱看一下89万9这个，看看怎么样？那这个地大呀，这划算。这房也不错，看见了吗？地板、家里装修的不错啊，那还这个划算，地大呀，离这个市中心也不是特别远，开车20分钟够了。这个房好，还是这个好？都会点击一下这个性价比好，OK？全是新式样，而且这儿的一房、洗衣房不错，这房不错，地大啊。几家有这个 Jacuzzi 在室外的，
有车库，村还有车库，家里有好几个车库，然后一二三，这个家确实不错，没看出来飓风带来什么危险，带来什么的损坏。这家院子大，这家院子大，事实上照片看完了，它这有两个单位啊，这儿有一个，这儿还有车库，所以这家停车没问题，89万9000，90万块钱。然后呢，1987年的房也挺大，2400多平方英尺，368一个平方英尺，这房好像，看一下地址啊，看一下这个是南北朝向的吗？它这个地点在哪儿呢？Proctor，然后在这个 Plato，在这个小区之内，这个地比较大，OK，这家地比较大，看见吗？点一下这个，两亩地啊，他家95年买的是22万亩，所以他这个太便宜了，估计能被抢走啊，这个太便宜了，OK。离这个市中心不太远，OK，开车出来去 Proctor 出去去 Beach 去哪儿都行，20来分钟就到 Beach，哎，地大，这家地大，OK，行，今天就介绍这个，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Pending 的，看一下怎么样，有什么 Pending 的房，这个是149万的房啊，多少天 Pending？10天，85天，OK，看见了吧？海上的房，44万这个房，30天，52天。所以他必须得降价，不降价这个判定不了。44万的房，100多万的房，好信儿吗？这个判定多少天？60天，159天，一定降价了。这个看一下这个，都降价了啊！大家都降价了，10万5，这是 mobile home，不要看了吧？多少天判定？15天，便宜的房吧，便宜的房判定的比较快，42万5。这个房好像15天或者20天，啊，还行，猜的，看见过这个房吗？Pending 的2001年的房是 condo，42万，273平，一个平方英尺是273块钱，16天 Pending，看到吧？一定的，它比较便宜，而且挺好，绿色挺好。那个是 Lock Ridge，也能这个刚才看的42万5这个，别的没有了。32万这个几天 Pending？大概30天之内，no，87天一定是降价了。Pending new 7月9号没有。32万被买了，87天判定，OK，这家就是死死的就要住这个家，还是判定的。北方人又来了，知道吗？所以判定，人家看好买。北方人因为这个认为这个钱很便宜，68万5的判定的，多少天？80天，12天，man，我瞎猜的。68万5，一个卧室，两个卫生间，1484平方英尺，他这个太便宜了，因为这面积在这儿，461。一个平方英尺，他这个划算啊，朋友，他这太划算了。一个卧室没关系，它面积大呀，它面积真的很大，网球场什么都有。它呢，出去就是沙滩嘛，在对面，right？No，就在这面就沙滩，人家就买这个 beach home，60多万买一个，12天判定，perfect。再看一下卖掉的数据，OK。再看一下这个卖掉的数据。这儿有一个房127万5的这个卖掉的数据，OK，多少天判定19天，然后呢132万5千卖掉是127万5，给他降了5万块钱，大概应该现金吗？现金买走的啊，100多万的房还现金买走了，房因为在海上，看见吗？这个无敌海景，OK，无敌海景漂亮，看这个厨房这个大理石台面下面全部是瓷砖，而且这个柜子通天的通到棚顶。它这是 condo，一码白，你看看一码白，这大理石台面，干干净净，地面同样颜色。这个好像大块的地砖啊，看不出来呢，白色的。他家这个是白色系列，都有海景，看见了吗？无敌海景，每个房间都是海景，所以100多万，看见吗？没有遮挡的树啊，乱七八糟的楼啊，无敌海景，就这么牛，就这么牛，漂亮，私家的沙滩。就这么牛，OK，这家就这样了啊。看一下下一个，这房卖了20万7，这个一卧室一个卫生间卖了20万9，少给2000块钱，2天盘顶卖了，是现金吗？Conventional loan，这个是一个卧室的，一个卧室的一个卫生间，812平方英尺，24万9，20万9，再看一下这个。2天就卖了，你要35万5，这多少钱？多少天出来？2天卖了，看见了吗？
几号喷顶？两天买了，9月1号登的，10月10号喷顶，10月10号售，要价34万9，卖掉35万，加了6000块钱，成交 villa 对吧？大家看一下，我跟谁说，为什么26万那个 villa 便宜呢？35万5的 villa，这样卖掉的啊，跟大家介绍的，来这样的被喷顶，全部装修的非常漂亮，所以这样的房，哎。就卖了，漂亮，因为到处都装修的漂漂亮亮的，right，地毯，这些地毯也没关系，人家多卖了6000，这个 closet 漂亮搞的啊，closet 搞的漂亮，这 closet 非常漂亮，朋友们啊，弄一块板子，然后就钉上眼儿，把这些眼儿都一钉，底下再有什么橱柜，有什么柜儿，橱柜什么柜，给它一弄，然后上面再糊上一个板子，再钉上。这不就成了一个那个衣帽间了吗？然后在这个有卖的这个 rod 再一安这些橱柜，这不就成了吗？就是板儿，砖头钉上眼儿，一个一个都画好位置，刷刷刷，然后往里插，哪个格高矮都可以上下可以变动，adjust the heights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板儿，两个板儿，一个板儿，两个板儿，三个板儿，四个板儿，五个板儿，六个板儿，七个板儿，八个板儿，九个板儿，然后就转眼儿呗，对吧？这底下是抽屉，你就买一个现成的也行，这一安。这个 closet 就 all set up，right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卫生间搞的都是这大砖贴上，漂亮，漂亮啊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这个小区啊，是不是那个55家？是，就是这个55家，看见了吗？我曾经说过，一个房26万还带车库，那个确实便宜，这是288一个平方英尺，然后全部都装修了。卖掉了，这个是 OK。问题是两天之内就要 offer，所以说装修的房，任何地方都搞得非常漂亮，一定这房被卖掉，而且多加价，这个加了6000，对吧？113万的房好像是比较新，看那样比较新啊，2014年的房501一个平方英尺，2262平方英尺的房，sold data only，这是 builder 的房，no，已经有人买了，他只是。放一下，这个呢，48万的，OK，49万9，49万9，OK，有湖景，也是干干净净，多少钱卖的啊？49万9，48万5，15000降了15000，降了15000卖的啊，46天卖的还可以，天数越多，它那个什么了就，48万5，OK，CST 77000。多少天卖？60天，75万要价，71万7，降了4万，降了3万3，降了3万多啊！卖掉了，OK，是现金还是呀？现金买走了，两卧室两卫生间，一个卫生间，两个卧室一个卫生间，便宜啊！这我跟大家说过，这房便宜，996一个平方英尺，它是753平方英尺，72年的房，这房可以出租。在 elevator 不是55家社区可以出租，没有任何要求。这个房卖了71万7，现在就在海边的对面，还有这海边的这停车场的对面嘛，现在是卖52万5，还没人买。看一下，大家现在都飓风当中啊，74万5这个看一下，这个144天卖了74万5，79万减了5万块钱，俩卧室俩卫生间，这个是691平一个平方英尺，这房。看样子不错，比较坐稳，right？有楼梯，好像没有电梯哈，看一下，没有电梯的，没写，没有电梯。对，看这房子外头没有电梯的哈，要有电梯的，行吧？今天这个呢，35万的房吗？跟大家说过这个啊，condo 6天盘点，看见吗？绝对盘点，OK？301一个平方英尺，绝对盘点，跟你讲，便宜24万5。俩卧室俩卫生间便宜，8天盘顶，26万5登的，right？24万5，便宜2万块钱，那8天就卖了，啥钱都卖，rarely available，行，便宜啊！看见了，6天就盘顶是吧？然后看这个没了那边，这边有一个155万，155万的啊，85天，他170万，给他便宜了15万，然后这个呢，one go Peter 有一个162万，这个好高层。175万等的162万，减了12万，减价12万，现金吗？现金买走了，无敌海景房啊！
无敌海景房，减价12万，哎，就这么漂亮，OK？所以物业费1个月1400多。好嘞，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大概看的怎么样？然后今天就推荐那个啊，两亩地那个。好嘞，Have a nice night, bye。今天就说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希望点赞、订阅、转发、评论，下次再见。